是因为我爸是警局帮我求情，所以我才被放出来，因为我涉嫌翻墙，就是你们这些台湾政府害我的。社徒日记，你给我等着！像这种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害得我现在都有，警局那边都有我的记录。王警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我考试的地方，我就考不上公务员了。满口谎言，胡说八道，胡作非为，丧尽天良。